流淌全身灵感闪闪温暖的力量，音符在血液里激荡，向前奔跑的倔强，挑战极限，这个世界需要勇敢闯。哈小浪，青春点燃梦想，拼尽全力照亮远方，不放弃，来吧哈小浪，让梦想飞翔，摇滚奏鸣满血气转的声响，冒险的旅途不会停住，不会止步，歌声指引方向，召唤觉醒该不会不喜欢这里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最喜欢这里了！狗里的话多好了，我要永远留在这儿！看他玩得这么开心，肯定沉沦了。雷达探点能救出想到他们的情报。来，你也喝点，吃点嘛。好呀。为什么我吃得这么开心，完全停不下来啊？嘿嘿，那是因为你们进来梦幻之地的时候吸收了仙人掌花的花粉呀，你就会堕落。那你闻了怎么办？我才不怕，我有清醒水呢。清醒水？你拿不到的，因为你进不去帐篷里。看来清醒水就在帐篷里。分身术。吃吧，为我们产生多点堕落之力吧。我得赶快挖通进去帐篷的通道。哎，这还有一只在这睡着，在这儿，而且只有一瓶，悄悄的。差点给你骗了，糟了，给我把它拿下。是幽灵分身护的我。为什么身体变迟钝了？即使没有吸入花粉，在这里待久了也会产生堕落之力，因此会让你身体产生迟钝。好了，乖乖把清醒水还给我。来住嘴。头锤攻击！你们就这点实力吗？来呀，继续呀！哼，看你能坚持多久！中了我们双人合击，没人能站起来！什么也没，清醒水呢？难道都说了不喝了，不要逼我，好机会！他利用分身在给自己伙伴喝清醒水，快给我醒过来呀，陈小刀！我这是在干嘛？怎么这么糟，太恶心了！大家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完了，他清醒过来了。臭小刀，你醒了，这群沙漠兔子都是坏人。
好难受，罗小木，你吃的太胖了吧？你们都瘦成黄瓜了。我们都中了这些沙漠兔的陷阱了。伙伴们，时间不多了，先逃出去再说吧。终于逃出来了，火球攻击！没想到，还是给你们逃出了梦幻之地呀、啊。